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别被我抓到你了啊！他是那种油子蛮王，是老蛮王吗？是那种玩油子玩法的，就是不灭之窝一直搁那耗线。你也多少剑？我屠光了你的部族，现在去找他们吧。爆了两刀，他现在是五十暴击几率，我三张盔没中，没三级往后缩一下。他回血也很多啊，我等到四级才开始有伤害。没有四级，我的伤害会有点低的。换了一波双招，我转回来。怎么看能不能把它宰了，两边打野都很机灵啊，猴精猴精的。海旋丢海不上来，这把得站出来啊，站不出来这把要嘎喽。让我想想办法怎么样能站出来。亏也亏不到哪去，赚也赚不到哪去。CD 快就是好，逮到机会就给他做掉。就吃一层塔皮，等一下我也要被吃塔皮，他带个爆破等下吃我两层，不如回家抓紧出来，一层都不让他吃。硬打我再打，但是我的塔皮还是要掉啊，哇操，我说了吧，一下就吃两层的，我不想给他吃啊，但是他还是能吃到。
但是我没想到打不赢是这么打不赢，哎呦，这一责任重大。不如不打。说实话，这三千块买个选手会好一点，坟田可能顶不起来，选手能顶起来。这把劣势有点大，算了，稳一点吧，买选手。这他妈买不了坟田，坟不了军事，我肯定买坟田了。这劣势就算了吧，劣势坟田要被秒，这泰坦点燃一大招一挂，我直接倒地上睡觉了。他清兵怎么不交易？他妈人是真的多，说了吧，点燃一挂大招，直接躺地上睡觉了。这不是五个人还是四个人？四个人。给我点机会吧。开家，但这个龙又得控。来呗，你们拆呗，我陪你们拆，我们陪你们拆。我们不打龙啊，我们打龙太慢，我。哪是抓人呀，这是被抓。掩护掩护掩护。我还能吸血。这就是坟天的容错率啊，满满的容错率。我又出来喽，还
还真是啊，一到钻一就猛 C， 一到大师就开始输了。有没有可能这是我家啊？开我嘛，包死不了的呀。还在打我，闪现把我杀了啊！那没办法，他硬杀我。我操，多少个技能啊！拆这边，拆这边，拆这边。打这个，行吧，就这样，点到为止。抓抓吸血鬼去了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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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面全员出动了。杀这家伙，这家伙没闪。从哪边切 AD 最近一点？应该是这边。其实理论来说的话，是不是能一波啊？理论来说的话，应该是能一波啊，他们就一个基地了嘛。离开家的感觉真是非常难受，兄弟们。回到钻一就两个 MVP， 我操！离开家的感觉真是不太妙，反复横跳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